过去，水啊，找我去了。加油！有了。哇！吃个饭不好好吃，就只会看电视，在那边大呼小叫。好了，你别再念了。强强，听你爸的话，把电视关了。这比赛快结束了嘛，再看一下啦。都重播那么多次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要是读书有看电视那么用功啊，我跟你妈就不用每天担心你成天啊做事不正经。真的好不正经啊，看世界大学运动会比赛，他们也是为国争光啊，这不是什么坏事。你看这个孩子还学会顶嘴嘞。强强，听你爸的话，把电视关了，好好来吃饭啊。我没怎样。你没怎么样。好，那我问你啊，学校寄来这封通知单是怎么回事啊？重修？怎么了？你倒跟我说清楚啊。我是不是可以压力太大跟不上啊？我就刚入学嘛，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要学习跟适应的东西很多啊，而且我不足以跟这样。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，找一堆理由来。我当初就跟你讲过了，叫你填选志愿的时候不要选那么远的学校，你偏要选东部，什么天高皇帝远，没人管得到你的是不是？哪有啊，就学校学的东西很多嘛，而且到一个陌生的环境，我要认识新朋友啊，还有社团要参加，所以你还顶嘴啊。少说两句。强强啊，你现在是个学生，应该要好好的读书，不要弄那些有的没的，将来要做个有用的人。读书就真叫读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做什么有用的人啊。就一堆人笑我有一个瘸脚的爸爸，我跟白眉多了不起啊！够了，过来跟你爸道歉。你爸要不是……你们都只想为自己想要的，那我呢？总不听我想啊！强强，好了，不要再讲，随他去。怎么那么突然又跑回来了？下礼拜就要放寒假了，要不是我还留在学校啊，早就没有人要管你。还不是家里的事，烦死！每次我只会在那边讲一个，算了，烦死，想到就气。好啦，就知道你一定是心情不好，所以才跑回来的嘛。兄弟，我早就帮你安排好节目了啊。那今晚我想来一点，无聊哎，走了。哦，有还没说完呢，快点，我跟我妈借车了。后面好了啦，走啊。耶，看看是谁来了。小周，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哇，我的好哥们太吵了。生日快乐。我玩你就来不及了啦。这是一定要的，20岁生日哎，转头来唱哎。来唱歌喽。走，这首会。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，一瞬间烦恼全忘掉。我甩掉地球甩掉，只要越跳越高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嘿，哎，万圣战队，
应该没有跟我请你吧？少群，不要拿了，走了啦！现在为各位插播一则即时快讯，就在刚刚11:57时，发生瑞士规模5.8级地震，地震深度有45.4公里。没事，爸，我是出来买个东西而已。先这样，先这样，先这样。没事，就早点回去了。喂，你听到没啊？喂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该不会是刚刚那个地震里，你又……你看，出大事了。这起震央是位在台湾东部海域，最大震度包括规模5.8级。在东部哎，那强强那边怎么样？会不会有事情啊？放心啦，我刚打电话给他，强强没事。不过这个孩子啊，还是长不大，一回去哦就跑出去玩了。他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对，平安最好了，希望一切都平安呢。天啊，这也太可怕了吧！对啊，你看我们看到连国军都出动了，是要打仗哇！没想到我20岁的生日趴是这么的难忘，真是太令人刺激了吧！不要抬杠啊，大家平安无事就好。不过刚地震真的太可怕了，我现在只想赶紧离开这里。对，我们刚回宿舍，不要在外面逗留啊，走。先去买宵夜。你那还好吗？喂，你还好吗？有没有怎样啊？我还好，没事。想说传讯息给你，但你都没有回。哦，我刚刚是有检查一下家里啦，还好家里都没事。那你呢？我还好啊，我刚在帮小钟过20岁生日，结果碰到地震，就超酷的，整个天摇地动的，超嗨。你可不要这么幼稚啊！地震是很可怕的事情哎，是造成伤亡的。好啦，你不要再念了。我跟我爸一样，我只是逗你玩的。谁叫你是幼稚鬼？黄叔叔是为你好啊，他对你期望很高哎。你总跟我爸也同个鼻孔出气啊，念东念西的。我只想好好的放松一下，远离重修的梦魇，还有我爸的唠叨，这样我才能重新充满电力，迎接未来的挑战。对。理由总是一大堆，放了假也不好好陪陪黄爸爸跟黄妈妈，也不利用时间好好温习功课。哎，你们在听？有啦。林丹，要不找个时间出来走走，来个轻旅行怎么样？是可以啦，真的好。那你有想去哪里吗？那我想去南投走走，顺便去看我爷爷奶奶。这么快就见家人了？想什么啦？没有。哎，但是你要先答应我，开学之后你要好好的读书，不可以在我科目被当，知道吗？哇塞，怎样做不到的话那我就不去了。怎么可能做不到？我谁啊？我黄自强。哎，男儿当自强的自强，没有做不到的事情。好，你就这么说定咯。好啦，我要睡了，晚安，拜拜。哇塞，thank you.
在这里看电影很棒哎。哎，等一下我想去一个地方，带我去。嗯，我考虑一下。你要算啦。哦，好啦，你要去哪里？嗯，等一下你就知道。